滑进来，你屁股那么大没？啊！等一下，我排好的啊！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Erica， 我是萨尔，又到了我们暌违一年的 Jason 世界冰品大赏，我觉得我好期待哦。这次也是蛮丰富的啊、哦！对，他们今年春夏有出了很多联名款。但我觉得我们今天吃的时机点不太适合。为什么？今天是这阵子以来最冷的一天。也差不多了啦，可以买起来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帮大家开箱看看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第一个先吃这个是明治的葡萄苹果冰杯，它是面包超人的图案哎、欸。他是谁啊？哎、欸，他是谁啊？他是谁？是小病毒的。这我真的不认识哎、欸。好吧，没关系。拜拜。黄色是什么？应该是苹果。欸、苹果。天哪，这个一开始就要吃完。又没关系，反正是第一个，而且是很小一个。嗯。我觉得很好吃哎、欸。他说冰杯，我本来以为它里面是会放很多水果，像冰沙。它里面是这个像冰淇淋的质感，然后再加一点葡萄果酱、嗯，好好吃哦。我觉得明治真的不让我失望，明治的冰淇淋奶味很重，但葡萄我觉得好大哦。这个我觉得应该有个80分，太高了吧？会吗？这个就给了不到后面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迪士尼， M-O-W、这个也是跟迪士尼联名的，你要开吗？再开一个，废话，你快在，你快拍在我这头上。好，你直接，你直接拿出去是什么意思？我开好丑哎、欸。OK， 好吧。啊，融化了！融化了！啊，是奶茶的。哦，这是奶茶，啊、一起吃好了，怎么样啊 ？Oh God， 我觉得不然你吃奶茶的，我吃这个是香草口味的，好了，你是奶茶控。怎么样？好吃耶！这个我给85-90都没问题。哦，它不是只有那种奶茶，它是茶香也很吃得到茶香。这个有一个什么奶茶的味道，跟它很像。席兰吗？对对对，席兰奶茶，席兰奶茶，你念念看。席兰奶茶。OK， 好，对，它的茶香很重的那种，很高级的口感。嗯。然后它这个香草也是，它吃起来跟一般的香草不太一样。它有放香草籽的那种感觉。嗯。它的香草味重到爆那种，我买一箱回来，这个 M O W， Oh my God， 我刚上的给多少80吗？对，太高了，我就跟你说，好，这个应该也是80，刚刚那个75，好，先吃第一顿好了，这个要什么？我就直接切半，我跟你讲哦，怎么样？可能会有点甜的香吧。融化在里面了呀，倒出来。我们把它当冰淇淋吃好了，没有关系、啊。我觉得有的时候味道比较重要嘛，对不对？还有料哎。哦，有珍珠。嗯，我觉得刚刚吃那个冰淇淋太好吃了。有点像。而且你刚刚就是吃奶茶口味的，那上一个太浓厚，所以我现在吃就会觉得哎、欸，好像淡了一点。它珍珠的口感也没有不好，就是不是软 Q 的，它是野果的感觉的。其实珍珠这个口感我没意见，融味也是还可以。这个可能70吧，可能没有50。下一个这个是 Pino 草莓蛋糕综合冰淇淋，果汁10%，果汁8%，什么果汁10%，什么果汁8%，它是有不一样啊。香草草莓奶茶，又有奶茶，奶茶可是香草吧？草莓，你是草莓，我是什么？是草莓啊？我不是香草吗？我是烧草莓。它里面是香草没错啦，可它外面的那一层巧克力是草莓的味道，因为它外面的外包都是一样的。它这个草莓巧克力硬核味道其实蛮重的。啊，虽然没挑草莓，但是奶茶也草莓也不错啊，我比较偏爱奶茶。奶茶的话就是有一个层次感，草莓的外壳咬下去之后还会有茶香跑出来。80，那么高？觉得这个应该是75啊。真假的？你的标准？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外壳的味道太重了，它里面的存在感也太低。下一个是这个是 Breyer 的 Oreo 巧克力曲奇豆饼口味冰淇淋，以及在哪里啊？M M 巧克力口味冰淇淋。哦，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很不错，好美，有点很美式的感觉。哦，它是 Oreo 跟巧克力曲奇豆饼口味，就是高级版冰淇淋，我觉得这还不错。而且你看这么稠哎、欸，
都下不来。其实我觉得可以混在一起，是上面那一层的甜度比较高。哦、oh, ，等一下，这个是 sneakers 跟 MM 的辣。哦、oh, ，看到 sneakers 的，真的是哦，就是因为过一些东西，它是当时的 MM 辣，所以它也是一个 two in one 哎。对，这也是 two in one。Oh my god！ 哦、oh. ，我咬到 MM 的。口感很不错，好花生哦！我的妈呀，这个是哪部分？我吃浅色的，他们好像都互相搭配吧。因为像这个也是 sneaker 比较浓郁一点，然后淡淡的这种 MM 巧克力的口感，它也是 Oreo 混一点那个曲奇奶油味。这个初音万就是这样混的。好，现在这个蛮有趣的，78，就是你要给他80。对，我觉得它就是弱它一点点，只是纯粹我们个人喜好。但是如果你是喜欢 MM 喜欢 sneaker 喜欢花生的话，可能就会喜欢。好，看一下要进入我们特浓巧克力阶段。Hershey's 一定不会出事啊，我们先吃看，这个是乐天跟 Hershey's 联名的杏仁巧克力甜筒。我可能它被标签挡住了。哦哦哦哦，这个是要怎么样分？这样。太难了吧，直接切一半好了。那我吃下面，我吃下面，我吃下面，太多了啦。我一直以来最怕吃甜筒。甜筒为什么？因为甜筒很麻烦。它上面那个巧克力脆脆还不错吃，它坚果味很重，可是我比较没有感觉到它的事实。它的饼干还是脆的耶，这种怎么说呢？因为是那个 SM 想要疗愈一下自己的话，买这个不会到太甜，然后女生一个人吃的话，我应该会给到78，应该72吧，真的好爽哦！我用血糖很高的感觉。接下来是 Hershey's 的冰棒，冰棒，它里面的那个香草吃的出来日本的冰淇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日本口味。Hershey's 巧克力包覆的那个外层很脆，觉得日本冰淇淋好像吃起来会比较气质，气质，不是像刚刚那两桶冰淇淋，就是比较属于浓厚系霸气总裁，就是比较气质小生的口味，草食性男孩。我比较喜欢这个。回到杰克的成分，我觉得我可以给到82。你知道越后面越给分数不是整数，就想说我给85是什么？哦，这应该是80了。哦，怎么样？因为我喜欢霸道的。非常浓郁的中带巧克力脆皮夹心，它也是 Oreo 的。我以为是很厚的一个，就是这样子。我觉得这看起来就很厉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是这种包装的。すげえ。すごいね。我觉得它有个肉桂味，我喜欢哎，我很喜欢哎，我觉得这肉桂加的好哎，有一种画龙点睛感觉，而且我觉得它不会说把什么味道都盖住，吃得出来 Oreo 的味道，巧克力的脆度跟它巧克力的口感在肉桂在后面。棒，这个我会给80。这个不输刚刚那个 M O W 皇家奶茶冰。这要买我就说铝箔包通常都是。怎么可以以貌取人呢、啊？好了，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哎，可恶！那我是那个皇家奶茶。好啦，对对对对，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有经过 Jensen， 然后很想吃冰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们来看这个空白的 Oreo 巧克力脆皮夹心冰淇淋。那如果大家有经过 Jensen 的话，也不妨可以下去买那个 M O W 皇家奶茶冰淇淋。对呀，是代言人，真的感觉。好啦，其他的我觉得也很好吃，就是看大家的口味，因为每个人口味有每个人的喜好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在下面留言、按赞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怎么那么不熟啊？喜欢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告诉我们你喜欢吃的口味是哪一个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